记得是奶黄的爆浆蛋糕，应该是把这个取下来，然后把这个给围上去。这边有这玩意，把这玩意给撕掉就行。然后倒这个是小黄色的奶黄，挤着里边。这咸奶黄的，这个是奶黄牛乳，还有一包小海盐，还有一包海盐碎，这是，然后一滴溜。也放这边，这样就好看，完美。这个奶黄的比刚才那个抹茶都好吃，它里面还有麻薯嘞。刚刚咔退了一下，我嗓子刚才吃半熟芝士的时候给卡着，好疼。我这嗓子眼疼。